什么？哇！什么？这里还有一条大石斑，哦，这条四五十斤哦，哇，大油斑啊！那条，那条呢？这条更大。这条100多斤啊，这条，这里又中一条啊，哦，还有100多米，拉不动啊，这条可能是大石斑了，这条啊，大石斑啊，准备钓起来啊。看到没有？还有这条大石斑，一起冲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条，哦，没有没有，又是这种啊？捞嘴捞嘴，放手，我放手啊，放手啊。光勺钱啊，光勺钱啊！有攞到系啊？攞到未？好似买呢啲个咁白嘅呢条？不是那种吧？这条不是那种吧？哦，这是几号线啊？这么厉害？来，放他啦！来，再拿一个钩子。给钓上来了，一对的，两夫妻被你们钓上来了，大老细老细长几日啦，老公老婆，我那边刚放下，这边又中了，可能又是大石斑了。中了吗？哦，我要到下面去，我要到下面去。还没看到的。哇！大风大浪有大鱼啊！我刚才看十几米，怎么收了这么久？把这个哪里？哦，那边那边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，什么？哇，红色的，哦，红宝石的，
小美鸟啊，小美鸟啊。哇！小美鸟的。漂亮哦！长尾鸟啊！哇！哇！漂亮啊、哦！漂亮啊、哦！哇！十几斤吧？漂亮漂亮！看一下这个尾巴。啊！我也还。什么什么什么要什么？哇！大兵哥让一下，让一下镜头。这条啊，什么上来的？哇！丢起捞啦！很牛啦！肉上是不是？哇！也钉船啊！我这条也有十斤的哦，也有十斤，没有哦，过百斤的石斑来了，还有多少啊？对啊对，哇，是不是过百斤的这条可能有？高手进了，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高手啊。有十几米啊，差不多了。哎，看到了。鱼呢？哦，进船底了。来了，来了。哦哦，大抓我，救我吗？哦哦，救我，给我！哦哦，哎，你中奖啊！一百多斤的抓我！多少？五六七八八十几斤，都过八十了，差不多九十啊。哎呀，八十多斤啊！哎，我估翻正嚟，正正计噶。好，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五。哦，八十五啊！好啊，八十五斤啊！哦，哎，照都正正啦。